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扭转局面的人物，只不过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不能抛下他们不管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检查弹药。哎，怎么不打了？是三连发的。连长，是三连方向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不用，等一等，随时准备人呢。报连长，我们三连遭到敌人两个营的猛烈攻击，伤亡惨重，请求弹药补给。马上组织弹药补给。看来敌人改变了主攻方向，三连的兄弟们有麻烦了。一排三排做好战斗准备，跟我支援三连。是。等一下，万一是圈套呢？怎么讲？敌人攻打三连很有可能是一次佯攻。目的呢？引蛇出洞。咱们一旦冲出去，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。你见过这样的佯攻吗？报告连长，全连准备完毕。出发。快点跟上。跟上。直接进。
办法。吴丹，看见离咱们比较近那堆草吗？往那儿扔。